捷运的规划，它的
规划计划到底是需要地下化或者是高高架哈、哦，这个部分我想对于这个里长们应该也是相当关心的，因为只要经过自己家门口哈、哦，那当然是不希望这个自己家门口被破坏啊哈、哦，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可行性的评估里面，恐怕也是哈、哦、非常重要的一环哦。